喂，大家好啊！咁就今日又係睇咗阿華記個視頻啦，喺日本啊，咁咧就喺一個黑暗嘅地，好黑暗嘅地方，黑陰陰沉沉咁樣咧，佢又坐喺架車裏邊嘅，陰陰沉沉，咁個樣又係陰陰沉沉，咁咧就。就話咧，最近有啲人咧就想選區議會、選區議員，係嘛？就啲二打六咧，就係話佢係嘛？有啲二打六啊話佢，咁就係新民黨嘅係嘛？新民黨嘅個二打六 ，OK。咁就嗱，我睇視頻咧，最近咧就係阿井仔同埋阿劉文傑啦，阿文傑就有話過佢有關紅山半島嘅言論，係嘛？又話人哋仇富啊嗰啲咁樣，批評嗰啲人僭建咧就係仇富，係嘛？咁咧就因為成紅山半島嗰啲係有錢人嚟噶嘛，佢僭建你走去批評佢，你咪啊爭有錢人咯，就仇富咯。咁啊，井仔同阿文傑都係唔贊成依個講法嘅 ，OK？ 唔贊成依個講法嘅，咁就冇開名嘅，佢哋都冇開名啊。咁我就係估嘅啫，我都係斷估啊。非洲鐵樹，非洲鐵樹啊，唔知你聽過未咧？斷舊股啊，斷舊股，即係好似樹咧，佢鋸喺一碌碌嚟賣噶嘛。咁啊，逐碌就話依碌依嚿幾錢，嗰嚿幾錢啊，咁樣，咁咧佢就斷舊股嘅啫。嗱，大舊就貴啲啦，細舊就平啲啦，咁樣啦嚇，就斷舊股，非洲鐵樹 ，OK， 我估嘅啫。咁啊，華記亦都冇指名道姓話邊個二打六喎，話邊個二打六喎，但係佢寫字係新民黨啊 ，OK。新民黨喎，劍指新民黨 ，OK？ 咁就阿劉文傑就新民黨啦，跟阿葉太啦，係嘛？跟阿葉太新民黨啦，係嘛？葉劉淑儀，咁就阿華記咧，好中意懟佢哋喎，我覺得好中意懟新民黨嘅葉劉淑儀啊，就主席啦，係嘛？容海恩啊，就係副主席啦，係嘛？劉文傑咧就新民黨嘅後起之秀。明日之星 ，OK， 明日之星嚟嘅呢個係嘛？咁就井仔我就唔知咩 background 啦。井仔聽佢講好似啲 IT 人咁咧，就相當好嘅年青人係嘛？好似就28歲係嘛？又係一個係嘛熱血青年啊，愛國愛港 OK 係嘛？佢講嘢亦都好中肯，我覺得 OK 係嘛？阿文傑亦都係係嘛，好忠肯嘅，愛國愛港 ，OK。仲當然佢係好唔中意日本仔啦，可能佢啲先祖就俾啲日本仔殘殺過係嘛，所以佢係唔中意日本仔 ，OK。日本都唔會去嘅係嘛，你日本去嚟投資呢個淡仔咧，佢即刻唔食嘅 ，OK 係嘛，就係咁咯。點解你講以為人哋都繼續食嘅講到啊唔食啊 ，OK？咁你就因為你阿文傑仲有一個 point 嘅，因為你依個華記咧就話啲日本人啲質素好好啊，要去學噶嘛，學習日本仔，學習蘿蔔頭 ，OK 係嘛？咁阿文傑就相當之唔贊成依個 point，OK 唔贊成。咁你而家就喺個陰暗處嗰度咧，陰陰沉沉咁樣咧啊！陰聲陰氣就話呢個人哋係二打六，我就覺得阿文傑就係明日之星，就你就係二打六，華記就係二打六 ，OK？ 華記咧就我嘅感覺啊，精日啦，梗係係嘛？日本乜都好，質素又好，人啲質素啊，啲司機啲質素又好啊，係嘛？警察又好啊，係嘛？啊！賺錢又好啊，又有禮貌，鞠曬躬係咪先？你俾人工佢咧，佢就同你鞠躬嘅，街頭鞠到街尾 ，OK？ 啊！咁嗰啲神棍啊，做打齋走嚟佢嗰度
個工地打齋咧，係嘛？就請咗，因為請靖國神咧，靖國神保佑中國人係嘛？啲靖國神啊，就喺靖國神社嗰度請出嚟咧，就同埋嗰啲擺度嗰啲神位啊，山本五十六啊、東條英機啊嗰啲走嚟保佑你中國人啊，喺度陽光大廈啊 ，OK， 妥妥當當 OK， 保佑。就是靖國神保佑中國人 ，OK？ 咁咧就嗱，其實紅山半島嗰度咧，上次講咗有個 point 咧，我就唔想提，我冇提到 OK。但係今次你咁樣講呢、這個阿文傑啊嗰啲井仔嗰啲啊，可能話埋我二打六，我就真係二打六嚟嘅 OK。咁我而家我嘅登記訂購咧，就係、是、個位數嘅 ，OK， 得幾個人睇嘅啫，暫時 ，OK， 幾個人嚟訂購我嘅 ，OK， 文傑嗰啲可能嗰啲訂購係多過你多過華記嘅 ，OK， 井仔都唔少 ，OK， 啊井仔都唔少 ，OK， 就唔係二打六 ，OK， 二打六就係我，唔係話我係嘛？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啲嘢咧，我感覺冇睇 ，OK， 我感覺冇睇。嗱，紅山半島點咧？嗰次你講紅山嗰度咧，就話叫啲記者啊去發掘啊，發掘下啲從政嘅人有冇喺嗰度住啊？係嘛？我唔記得咗有冇話叫啲政睇下有冇政府高官喺嗰度住啊？我就諗唔到咧，會唔會住唔住得起啊？啊，政府高官都未必住得起嘅，係嘛？有冇宿舍喺嗰度咧？我又唔知啊。OK， 我就唔知啊。因為以前個年代咧，呢啲咩啊，美孚新村啊、錦繡花園啊，甚至康樂園啊，都有政府宿舍噶，仲有政府宿舍嘅嗰度，仲擺啲簽到簿喺度簽到嘅，我聽啊。稻香老差骨講啊，擺啲簽到簿喺嗰啲高官嗰啲宿舍附近嗰度掛本簽到簿咧，就有去簽到嘅要。OK， 咁有個更加嘅高官咧，啊，更加嘅高官係嗰個政治部嘅最大嗰、那個。OK， 政治部最大嗰個咧就獨立屋嘅，獨立屋啊，喺大埔坳啊，有間獨立屋啊，宿舍啊，係嘛？我想貴過紅山半島咯，如果以今日嘅市價，係嘛？紅山半島嗰一排咯，係嘛？咁以前有啲人話美孚咧就係、是、啲有錢佬曬市區啊 ，OK？ 咁你紅山半島就係啲有錢佬嘅居屋咯，啊成排係嘛？再有錢啲咪獨立屋咯，獨立屋好似有錢啲咯係。在山頂啊，半山啊，係嘛？淺水灣、深水灣啊，壽神山啊，嗰啲獨立屋啊，嗰啲咪富豪咯，大富豪。OK， 呢啲銅山半島咧，有錢人咯，係嘛？咁佢啲錢點嚟啊？係嘛？有錢就係好人啊，係嘛？可能非法得嚟嘅喎，有啲人係嘛？譬如他可能在荷蘭那裡搞啲胡椒粉啊、麵粉那些的，在荷蘭啊，你去過的啦，華記去過荷蘭啦、啊，咁唔知做咩咧喺嗰度，咁就或者你可能搞啲娛樂事業啊，係嘛？譬如以前好出名啦，有間中國城夜總會啦，阿、啊、華記喺度做過啦，聽佢講係嘛？阿、啊、輝煌夜總會啊嗰啲係嘛？咁佢哋咧有啲就。可能逼良為娼啊，我唔知有冇啊。咁啊，可能好多幼稚園啦、啊，有啲又俾人呃嘅喎，俾啲姑爺仔啊、靚靚仔仔啊，咁咪呃到啲無知少女去出嚟做啦，係嘛？做姑爺仔啊，譬如成個明星咁啊，成個梁朝偉咁樣啊，哇！係真係嗰啲眼神，梁朝偉係嘛？對眼可以做戲噶嘛，人哋。係嘛？咁啊，呃到啲無知少女 ，OK？ 咁咧就會去出嚟做，做咗啲錢就可能供應俾啲姑爺仔啦，係嘛？
咁啊，死心塌地噶，碌爆卡俾佢，你俾你去投資啊、買樓啊都得噶，隨時係嘛？有錢就係一定正確得嚟噶啲錢，未必嘅係嘛？就算紅山半島啊，都會有啲係正確正當商人啦、啊，係嘛？當然亦都有啲人係啊，用啲非法手段去啊揾到錢嘅。OK。但是他现在是眼见他是犯法是吧违例建筑 ,ok, 是吧罔顾其他人的生命 ,ok, 是吧这些就非法合法来的钱呢都是不对的 ,ok, 他一刹那就是犯法是吧犯法就是受到法律的制裁嘛那人家不满他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啊OK， 係嘛？咁你嗰樣嘢咧，叫啲記者去發掘啲政界嘅人士咧，就係即係心底相當之差，心底之相當之差。OK， 發掘佢出嚟啊，叫啲記者喎，係嘛？煽動喎，煽動啲記者去掘喎，掘料喎，係嘛？如果你講翻當年，你仲喺度引述啊唐英年啊講乜講物，好似哇，唉好。好似好有代表性咁，以為唐英年係嘛？咁唐英年佢嗰陣時僭建起個酒窖係嘛？佢就當然係俾啲身邊人係對懟㗎啦，係嘛？跟住阿羅夢紅嗰啲啊，整啲吉雞啊咁樣，哇！喺吊車咁樣嚟九龍吊炮咁走入去吊影佢，係嘛？你唔係身邊人點會知道佢嗰度有嘢啫？有個咁嘅酒窖係嘛？所以咧，唔好咁樣啊！唔好做呢啲咁嘅嘢，跟住仲喺度話人哋，話人二打六，係嘛？人哋正義發聲，亦都唔開你名，係嘛？阿文傑同阿井仔啲冇開你名 ，OK， 我就開你名啦。我咧就不停啊，不停俾啲俾 YouTube cut 我嗰啲咩嘅係嘛？因為我乜都講係嘛。粗口又講係嘛？啊，槍槍爆爆我照講，我冇木倉嘅我呢度啊，冇木倉 OK， 啊咳都冇問題，我發泄嘅啫喺度講下嘢 OK， 啊嗱我真係相當不滿你嘅講法 OK， 啊向法律挑戰你都係啊，人哋告你你就話人哋黃絲講毒話啲公務員 OK， 係嘛？跟住人哋啲消防員做嘢，你就影住，想揾錯處係嘛？啊！我諗佢警察就係妨礙阻差辦公啦，係嘛？如果消防都係公職人員嚟嘅，可能係妨礙公職人員啊工作。OK， 妨礙公職人員工作係嘛？所以咧，我睇你好多好多。point 噶啦，好多 point 噶啦。有一次就話去嗰個咩啊？鄧懷森嗰度係嘛？英龍圍嗰度去幫佢係嘛？人哋都冇安排你泊車，泊車都冇嘅，你仲走去幫，泊車位都冇。跟住有條阿伯仲準備想鬧你嘅，應該睇佢樣，睇佢勢，話你遲到嘅，應該睇佢個勢。就話李碧兒咧就撳住咗 ，OK。跟住咧你就違例泊車。就被警察告了是吧聽說就是這樣我記憶啊我記憶不知道有沒有記錯跟著有一兩次你就說那一天一天之內被人告了三次為你泊車是吧即是你周街泊不要緊有錢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是吧所以你告訴他是吧你那個牌人家叫你拆那隻牛是吧應該在那裡你又不拆關人是吧我錢解決的問題你咪罰我錢咁以為 ，OK？ 跟住人哋要你拆，你就話佢黃絲港獨，然後咧就話成條街都要拆啦，咁拆係嘛？就要去走去攬炒攬炒人哋係嘛？要人哋嗰啲咧就要啊陪葬同你係嘛？同啲日本仔放嗰啲核污染水咁樣啊，大家齊齊嗨嘢啊 ，OK？啊！齊齊哈爾啊，齊齊哈爾係嘛？有輻射，大家一齊攬咁樣係嘛 ？OK， 係嘛？你學咗噶啦，你學咗啲日本仔嗰啲噶啦，精日噶嘛，因為你
精日啊，就用嗰啲有啲啊殖民地嗰啲徽章嗰啲茶具咧，就亂植 ，OK， 精日亂植 ，OK， 咁就冇錢就冇尊嚴，一定要揾錢就拜金 ，OK， 精日亂植拜金，咁另外你就好中意揼骨嘅 ，OK 係咪先？你成日講啊揼骨啊咁樣好正啊嘛，日日成日揼嘅，順便瞓覺係嘛？骨精華 ，OK， 骨精華，咁起個朵啦，威威地係嘛？天下無敵，舉世無雙嗰啲咧係嘛？啲武俠小説裏邊嗰啲啊，啊十幾二十個字嘅嗰個朵，咁啊威水啦係嘛？威威，你中意威噶嘛？嗱，今次威啊！今次我同你喺個度 ，OK？ 精日亂植拜金骨精華，我就係二打六 ，OK？ 唔好話文傑同阿井仔佢哋唔係年青有為，佢哋係 OK？ 明日之星 ，OK？ 係咁啊。